范国威议员，好啊，唔该主席。我啱啱讲到咧，就系自从梁振英上任以嚟咧，包括咗2014年、2015年年度在内，中央政策组已经系连续三年咧，系委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去进行呢一个传媒时事舆论嘅研究，累积系收到咧系接近200万元嘅拨款。主席，过去呢三年，中央政策组咧，先后只是曾經委託過4間的機構呢去進行研究，其中3間分別就是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和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只有一國兩制研究中心不是一間正式的學術機構，所以呢是不免令到人懷疑這間機構有沒有足夠的學術水平，令到政府是要支取巨額的公帑呢是去請他進行研究。我哋翻查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嘅資料，佢現任嘅總裁咧係而家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張志剛先生，一早就被公認為係一位不折不扣嘅良粉。最近呢一位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嘅總裁最為人熟悉嘅稱號係乜嘢呢？就係香港本地嘅經濟學者關卓照先生幫佢起嘅，就係叫佢做民調小學雞。事源就在今年3月初，全國政協常委李家傑在政協會議上面就指責香港大學的民意研究計劃是為反對派的訴求是提供這個民意基礎，而身為良粉的張志剛就立即緊隨其後，立刻撲出來跳出來是去批評民意研究計劃的總監鍾庭耀，就是說鍾庭耀是對特首的民望調查是有偏頗的。不過張志剛先生半桶水的民調知識是令他屢次這樣是犯上了這個政治科學上面一些低級的錯誤，他多番作出一些缺乏學術水平的評論，令到社會、輿論、傳媒、市民，尤其是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呢，就覺得張志剛先生對民意研究呢只是一知半解，濫竽充數。主席，我們翻查特區政府行政會議網頁的資料，張志剛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學士，學歷上已經是同其他大學經營的民意做民意研究的機構那些主事的人呢是有一段的距離，所以由這個民調小學雞的張志剛領導的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實在是未必有足夠的資格呢是去受特區政府委託去進行這個傳媒時事輿論的研究。主席，在政府的架構裏面呢，政府新聞處核下的本地公共關係科一向呢是有設立這個大眾傳播研究組的，他的職責就是向政府反映報章和電子傳媒所表達的民意，從而呢是向政府提出這個專業的公關意見。而去年2013年的12月，梁振英又委任了馮偉剛是做這個新聞統籌專員，月薪180,000的馮偉剛專職呢是去確保重大的政府政策的新聞資訊和公關策略呢是可以有效地是去執行，同時是去監察公眾和傳媒的反應，以及協助策劃和執行涉及傳媒採訪的行政長官公職活動。主席，還有的就是各個政策局本身都有一名月薪超過100,000港元的政治助理，專責呢是去進行這個政治聯繫的工作，包括同傳媒和各界的持份者是去聯繫溝通。而總共加埋是有34個的政府部門和決策局呢，全部本身呢都設有新聞和公共關係組，他們的職責就是負責為加強政府和傳媒傳播媒介之間的這個資訊傳遞和增進政府和市民的聯繫。主席，我剛才舉出的這麼多個事例全部都是
用緊香港人的公帑，去支取公帑協助政府負責有關傳媒的時事輿論工作的這些政府部門和有職位的人士，他們理應是有足夠的能力和資源去進行這個輿論的研究，特區政府實在是沒有需要再耗費多70多萬去委託一國兩制研究中心去負責傳媒時事輿論的研究。主席，梁振英在未做特首之前，他自己都曾經參與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工作，更加是擔任理事會的主席，而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亦都是曾經出任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的總裁，而現任的總裁張志剛又身兼行政會議成員，所以種種跡象是令到人懷疑一國兩制研究中心是憑著這個梁粉的背景，才能夠連續三年是獲得委託去進行傳媒時事輿論的研究。三年來接近200萬的研究經費當中，很明顯是有這個政治酬庸的成分。所以主席，本人是代表新民主同盟是提出這個削減中央政策組進行傳媒時事輿論研究的全年預算開支，是促請政府是要公開更加多的研究資金審批過程、甄選的準則和傳媒時事輿論研究的研究細節，令到我們立法會可以充分了解這70多萬的研究經費是否使得合理和有真正的需要，才可以有效地是去審議財政預算案之中有關的撥款。主席，本人謹此陳辭。